12月3日，一张刘昊然和山崎贤人的合照在微博上流传，不少网友纷纷感慨，我竟然看到了山崎贤人和刘昊然同框，两个男生都是万千少女心中的梦啊，这又是什么微妙的次元墙破壁？两个帅哥表情和动作竟然都一样，都在嘴角向下的笑。刘昊然凭借《最好的我们》《琅琊榜之风起成林》《唐人街探案》等代表作，成为中国演艺圈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，而山崎贤人也因为《死亡笔记》《有喜欢的人》等剧集作品，成为日本国内的人气小生。此番两位中日小生的同框，也让不少网友大赞，有种破次元壁的感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